2023年世界棒球经典赛12日预赛，台湾队最后一场碰上古巴，最终以1-7落败，确定无缘晋级前八强，前进东京梦，虽让全台球迷相当难过，不过球员们卖力奋斗的模样深深烙印在大家的心中。而经典女孩啦啦队在经典赛中动感，带动全场球迷跟着热血沸腾，也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台式姻缘。林香露、杜琪的甜美热舞登上日本新闻网站封面照，日媒大赞台湾啦啦队员穿上迷你裙，让全场陷入疯狂。在台湾队拿下经典赛首胜时哭成一团，相当感人。林香12日感性发文表示，这几天非常难忘，也留下了不少感动与悲伤的泪水。记得不要悲伤太久，别忘记这几天我们凝聚在一起，用力为台湾队英雄们应援的热情。林香喊话感谢从世界各种角落回来的英雄们，辛苦你们拼尽全力，没有遗憾，我们心中最棒的台湾英雄。